大家好，我是小红，关注老年养生，关心老年人身心健康。观看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女人在感情当中本身就比较矜持，轻易不愿意坦诚自己的内心，会有很多的顾虑，哪怕就是喜欢上了一个人，也会藏着掖着等待他的反应，不会主动出击。年轻一点的女孩子尚且还有一股莽撞的冲劲，往往也会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男人而抛下那份矜持，哪怕结局会是一场空，但是比起失望也不会让自己后悔。但是女神一旦到了中年之后，心里的顾虑会更多，面对感情会变得更加瞻前顾后，她们往往会变得更加理智起来，情感上考虑到会更深入，他们更能够看透人心，更能够分辨出男人对自己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。因为理智，所以会更加小心翼翼。男人想要搞定中年女神，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力气，用百倍的耐心和热情去感化她，让他们放下心里的防备。其实无论女人到了什么年龄阶段，都会很渴望爱情，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站在自己身后，让自己依靠。女人到了中年之后，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了，一个人熬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心里会变得更加柔软，很容易被感动。只要你是真心，那么他也会付出真情，如果他对你动了真情，往往也不会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，但是他会情不自禁地暴露出一些身体语言。如果你看到了他的这些生理反应，就不必怀疑他是真的很喜欢你。一，看到你眼睛里会发光，焕发出少女的激情。女神到了中年，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整个人会变得非常平和柔软，时光磨灼掉了她的力气，取而代之的都是和生活的握手言和。她们很少会和人发生争执，与人相处的时候都会非常宽容，能够藏得住自己的脾气和小性子，看上去就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人一旦到了中年阶段，就能够学会藏起自己，不会横冲直撞，即使是面对自己讨厌的人，也能够很坦然地和他们谈笑风生。你很难在他们的脸上看得出对一个人的喜恶，不像年轻的时候，自己的心事完全都写在脸上，喜欢和讨厌都很分明。除非是遇到了让他们彻底心动的人，才能够在他们的脸上看出变动，在他们的眼睛里能够看出不同。每一个女人都有少女的情怀，只不过是被隐藏了起来。即使到了中年，也会有小女生的一面，而这一面只有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才能够展现出来。当中年女人喜欢上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她每次看到你的眼睛里会发光，整个人都变得灵动起来，焕发出了一种少女的激情。其他时间她都表现得很平淡，只有看到你眼神才会焕发出神采，这就是一种特别的表示。二，在你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，会很依赖你，信任你。小敏家里面的刘小敏是一个很冷淡的人，因为之前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有过一些不光彩的过往，所以在外人的面前永远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警惕性会非常强。他整个人所呈现出来的样子都是淡淡的，很少看到他有情绪的波动，那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打开自己，只有在沉着面前才完全袒露出全部的自我。刘小敏一直在尽力抹去那段过往，不愿意和任何人提起来，但是对沉着却很坦然，主动说出自己的伤疤，在他面前彻底爆发出了情绪。此前陈卓总是一言不合就惹刘小敏生气，他也不会告诉他原因，可能那时候他还没有完全把陈卓当成自己人吧，他没有想过要和他结婚。一直到后来随着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变多，感情加深，才慢慢的有了要和他结婚的打算，那时候才彻底对他袒露自我，在他面前哭着说起那段过去，这是一种十足的信任和依赖。每一个中年女人都是一路披荆斩棘走过来的，身上有很多伤疤，她们不会轻易信任别人，也不会轻易对一个人掏心掏肺，只有彻底动了情，才会敢于撕下自己的面具，暴露自己的脆弱。三，会对你撒娇，身体会不自觉地和你靠近。
撒娇是女人的天性，无论到了什么年纪，这一面都潜藏在女人的骨髓当中，只不过是没有机会暴露出来，因为他们没有遇到一个宠着自己、容忍自己孩子气的男人，所以才会藏起这一面，让自己变成一副强大的模样。而当他遇到了，就会不自觉地暴露出这一面，在自己心爱的男人面前，她不是这个成熟懂事的大女人，而是一个小女生。一方面，她会在你面前表现出孩子气的样子，另一方面，她也会用宽阔的肩膀容忍你的坏脾气，接纳你的孩子气。在开心的时候，也会情不自禁地大笑着，笑倒在你的怀里。在伤心的时候，也会和你索取拥抱。只有靠着你的肩膀，心里才会踏实。他会不介意和你做一些幼稚的事情，也会不介意和你有些浪漫的举止。孩子气的暴露，身体上的亲近，无疑是彻底喜欢了。一提到中年女人，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呈现出一副寡淡如水、不知情不识趣的模样。其实不然，无论是什么年纪的女生，一旦被爱情滋润，都会变得年轻很多。很多女人到了中年就变成了怨妇的模样，这是因为没有被一个男人善待，没有遇到可以让自己依靠的另一半。一旦遇到了，一旦他倾心了，就会不自觉地暴露出一些生理反应。有了以上这些表现，毫无疑问是真爱了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。如果觉得对您有用，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。